招人气的男明星，除了长得帅之外，气质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的魅力是多方面，可能只是身体上的一个部位就会是他让人觉得很酥的原因。在粉丝的眼里，偶像的优点就像是极品一样的存在。吴磊向大家展示了什么叫做童心成长的正确打开方式。从小时候可爱稚嫩到现在的帅气大男孩，吴磊越来越像漫画走出来的一样。吴磊的腰真的让不少女孩看了都要流泪，是没有一丝赘肉，还有好看曲线的小蛮腰。马天宇的嘴唇因为有着弯弯向上的天然弧度，可以被称为微笑唇，嘴唇厚度刚刚好，嘴唇的形状也好看，给他整个人增添了温柔的暖男气质。男生的手长的好看真的很加分，王凯的手指修长纤细干净，都可以兼职做手模了。粉丝们更是笑称王凯的手这么好看，应该去给他上个保险。老干部霍建华的美颜无敌，五官已经非常精致了，结果睫毛还又浓密又纤长，简直是不给女生活路。不得不说太羡慕林心如、吴磊的腰。